欢迎收看《星球重启》。哇，听说这个有点像《明日之后》，来试玩一下好了。那一样可以选择，人物模型还蛮好看的耶。看下女生角色，短发，是不是可以随机发型？是哦，酷哎，帅哦，黑人，哦亚洲的，欧美的，我看男生，黑人，哇帅哦，哇，头发不错，好酷哦，这头发，我不晓得到游戏会不会也是这样，哇帅哦，哇，好看呢，女生角色也蛮不错的。哎呀，头发这样好顺哦！好吧，我们选男生，就他了，好不好？就他了。面容哦，还可以调整细部哎。啊，我、哦、还可以放大，哇，超大的！哇塞，如果长得很可怕，不就很可怕了？等一下，对他还有、眉毛浓淡。有没有身材的、看身材，它只有脸部而已啊。好啦，不用，我不想改太多啦，先用它原本的。它还有随机哦，天哪，哇塞，这什么头啊？哦，好酷哦！也还蛮好看的啊！啊，好了，这样就这样，就这样子啊！哇，蓝眼睛啊！啊，我要叫原本的字哦，大家应该知道叫什么了，就叫安爷啦。为了危急情况下，不。冷冻舱，我先被关在冷冻舱里面了、哦。走出来了，走出来了。哎呦！哦，画质很好哎、欸。有没有听到我的风扇开始转了？啊，是不是很吃效能啊？啊，它有光影追踪效果哦。因为我是没用手机玩，手机玩的话就是感觉很烫。我现在是用电脑在跑，讲哦，画质很棒哎，跑起来，可以跳，回拳，好。你看它是什么？可以拿起这什么东西？微型终端绑定成功。微型终端哦，它是一个手表，它是一个有点像那个。2077还是什么游戏里面的一个啊？因为先把它解锁，设法出去。警告，侦测到蓝石生物脱离控制，请迅速撤离。赶快走，去哪里？有宝物，我拿起步枪啊！哎呦，哇，帅哦！对啊，可以怎么用？怪物来！哦，不错啊！哦，光影效果很好，这话做的也不错哦。还有微型的火箭筒部队，看 Q， 没了。宝箱，这个宝箱打开、这个蔬菜肉串怎么像明日之后的图片啊？这样子好吗？哇、哇，护盾，这些怪物很难缠，快来帮我一把。
帮你一把，是不是？你觉得你一个人就可以了？哇，他射击好快哦！交给你，交给你，交给你。我的能量不足，能保护你。没有损血啊，反正是我掉血。来，交给他。帮你一下，哎、欸，我再打173呢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这里还很危险，我们先到安全的地方去。哎呦，好多东西哦，捡一下。它可以翻哦，它可以翻滚吗？等一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它是一个夜炮，夜炮是什么？确定要绷带。算逃出来，来来来来，我带你出去，跟我走。哇，水晶啊，超巨大水晶哦！开头动画，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没用直播，我先用录片的方式来呈现这部影片哦。OK， 那这个女生叫做尼雅，先跟她对话一下。对了，还没来得及自我介绍，我叫尼雅，你呢？我安野啊。你为什么会来这里？拾荒还是寻宝？刚睡起来。我刚从休眠舱出来。哦哦，还有配音啊。休眠舱，你参加了火种计划？不是火种计划，火种。你休眠太久了，现在是2112年。我一直在找我弟弟，他也跟你一样是个火种。火种啊！你有看到其他人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其他的休眠舱都没有人。哦，抱歉，是我太突然了。没关系，我先带你回避难所。哇，这个联盟点数好多，16000哎。上车吧，路上我们慢慢说。哇，你要载我，我载你才对吧？上车吧。哎呦，开始用卡油，哎，真棒。前面就是避难所。哇，爆炸！避难所出事了。哇，这个腿好赞哦。救我了。我感觉那么爽，有车可以坐。我怎么觉得他穿得很像那个太空战士那个女主角啊？哎，这什么怪物？什么怪物？什么怪物？他会翻滚呢、欸，好强哦！可恶，我们得快点联络末日。米娅，情况怎么样？很危险，小拇指签字来了。不要躲了啦！我看见茉莉他们了，快过来！别躲了，冲就对了。可恶，够够，这帮人渣打不完吗？Go, go 左边，守住那里。为什么小鸟是？我在下面往下走、哦。小拇指是谁？皇朝的宠物，你的物质打我啊，笨蛋！在这边啊。怎样？打自己会不会受伤啊？你在保持火力压制。哇，还有护盾呢。打我啊！点都不痛，又痛，不痛啊！我找到他的路线了。哦，还有大金刚，内部大型机器人出现了。糟糕，大家都在内部。米娅，你们去支援内部，这里交给我们。现在去哪里？我马上就有点数哎，这很快就升级了这个。啊，下面有东西啊，不能过去了。哦，那我们先回去找一下那个妹子哈，她还要导航给我看。信号受到严重干扰。哦，等一下 ，Left Control， 等一下。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我试试看摇杆可不可以玩？应该可以。不行，摇杆不能玩，当然只能用我们的滑鼠跟键盘。那 Left Control 啊，可以翻滚啊，哇，不用买配件就可以翻滚，它是训的。这两个绷带你拿好，接下来可能会有点危险。谢谢可
这些怪物怎么会出现在内堡？拜托，丢护盾，这个队友不给力。说他自动会那个补子弹。瑞恩他们应该在地下三楼，我们得搭电梯下去。好，走走，多箱子哦！快找掩护，啊、他们要来了。哟，吹啊！我要找东西耶。交给你了，交给你，我补一下血，好吧，我补一下血，一下东西，好不好？糟了，电梯好像卡在下面了。电梯卡住了。运气好的话，电梯等一下会上来。哎呦哦，原来这个会破掉的啊！觉得无敌的说。好，还是帮他一下好了。虽然 NPC 打怪还是会神血，但是帮忙射一下会比较快一点。快走！怪物变多了，快走！进来！快进来！哇！有人被抓住了。回答我的问题，女士。她是女生。你知道了多少？我可以给你三秒钟时间考虑。三、二、这不是蜘蛛人的那个反派吗？休想！哎呦，那么强！休想！都处理好了吗？一些蝼蚁而已，你的担心。多余了，尽情大闹一场吧，合作愉快。那么晚安，瓜尔纳比难。我们现在去哪里？跟我走。先去武器库。对付那些难缠的家伙，需要一把顺手的武器。水煮面，这个嘞？啊，这没有，没有东西。到这里来，拿这把步枪。哟，步枪给你拿了？是什么枪？我紫色的呢。这下应该能应付那些异化生物了。我还得集气哦。哎呦，不错耶。这不用超配方就有了。来。绿电池什么？哦，我的电池现在50哦，左上角。随身电池是充什么用的？看看。哦，我先补一下血。上有锋刃效果哦。这个等一下，我先被攻击。等一下，伤害有高一点。哎呦哦！换弹。我顾着讲话被他追杀了，然后先把他干掉。哇，好大一颗！来嘛，要跑！来啊，你不是很厉害吗？你怎么倒了？我吃个东西啊，边走可以边吃东西。解决了，我们得快点找到瑞恩他们，跟我来。这些异化生物是怎么进来的？Go. 我也不清楚，异化生物从未如此大规模的进攻过避难所。看起来是避难所内堡的某个地方遭到了破坏，才让他们有机可乘。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这应该是瑞恩他们来的方向。糟了，快上来！他们应该从这条路走了。这个姿势不好，赶快跟上！怎么可以这样？哎呀，你先走啦！坚持下去！我听到瑞恩的声音了，声音是从这边传来的。真的，我去救他。快跟我来，瑞恩！我怎么跑得比他还快？你跑慢一点啊！见到你们真是太好了。哎，其他人呢？
抱歉，我辜负了茉莉和大家，避难所只剩下我们几个了。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，要是我们再强一点，大家也许就不会。我看得出来你已经尽力了，要不是你挺身而出，我就不只是腿受伤了。可是我先撤离要紧。没错，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。整个避难所恐怕都已经失守。杜家避难所，那是离这里最近的避难所。好，你要去避难所。 Let's go， 前面有一条路可以通向外面，希望我们不会再遇到那些异化生物。哎呦，大家小心，马上就遇到。大家分散射击，注意互相掩护。哦呦，人倒人倒。警告，检测到周围出现大量异常生物。哦，好多。警告。给我两颗啊，电池啊。哇，魔王出现了。哦呦，好强哦。哇，和他一碰也不是好办法。哇，十等的，先想办法避开他，点他。点两颗。啊，老天，这东西的恢复能力太可怕了。哇，全满了，多血吧这个。跟我来，我搞不定他。乔，帮我一把，快跟我进来，我们要关上门挡住他。好了，我要换机甲是不是？哎，我快过来哦，要关门了。快进来，我们来操作终端，把门关上。天哪，这里竟然有一台战甲，我都不知道。得想办法让它动起来。哇，变身了吗？光靠我们阻止不了那些怪物。快来帮我启动战甲。警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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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电压异常。米娅，你先对战甲验证系统进行破解，我们掩护你。好，我尽力快一些，你们坚持住。这套验证系统太复杂了，短时间可能没法破解。哦，来！哇，是也残废了吧？手好大。站不起来了。哎呦，瞧，哎呦，哇，还有这种，马上就怎么变身了？哇，一拳超人出现。哎呦，300多哎，大招是不是？哈哈哈！哦，镭射光，哇，打地了！哦，啊，好帅！哇，还可以这样飞哦！哎呀，还可以翻滚吗？不行。啊，捡东西啊！大招！嘟！还可以边移动。我好奇这样子四个人一起打会怎么样？应该全部都是飞弹吧？来啊，再来啊！我打一招300多！嘟！我先 reload 一下。招！这样子好像跟着我这样子打就好了吗？我带你们离开这里，超强的！你现在看上去真是太帅了。
开始就这么强哦。哇，金刚出来可惜啊。那第一关魔王对不对？星星。哦哦哇，打太大力了。啊！哦，五等呢，好强！来来来，轰炸轰炸轰炸！血还蛮厚的。发射什么不好是不是？去哪里呀、啊？在这里耶！啊，大招打你真快！咦、嗯，我也会，是我这招打头部。生气了，生气了，生气了！过来，过来了！他抓什么？电能释放。别这样，别这样，我也会飞，好不好？我现在两百多血，我觉得我快挂了，比我想象中还要强啊！帮你洗脸一下，嘴巴太臭了。哎呦，哎呦！到了，我要用这招了啦！机甲损坏，哎，怎么修啊？这个倒倒倒倒倒！血量够，够打倒他，好不好？我机我就不敢保证了。系统受损严重，自动切断神经桥连、没有，我是说我手机玩的话会头晕。警告，异化生物正在靠近。警告，哇，已经烧坏了。生物正在靠近。这是有什么怪物啊？哇，好玩呢！这是什么植物？这是回到反祖时代是不是？装备都不见了。正在检测身体状况，请稍后。饱足状态：饥饿。饮水状态：缺水。受伤程度：严重，请立即处理伤口。哎呦！哇！损坏的作战服，装备不能用了。哎，幸好里面还有些东西没被破坏。那我是要修什么？哦，我是要做东西，是不是？我要做绷带。等一下，我要进到随身界面。呀，我补血啊！按这是 L 是按一 L 吗？按一下 L 键啊。是哎，一还是 L？ 按一下背包。
I 键 ，I 键 ，OK。好啦，补血了，补血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又口渴，不是，他是肚子饿吧？这个，我再喝一下。因为这个污染区域喝水的话，目前位于瓜尔纳湖畔的一座小岛，肚子。对，然后接下来要去哪里？那 Tab 键是什么？等一下 ，Tab 键。Tab 键是剧情啊，剧情有什么？动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原金哦，商城可以买东西就对了。OK， 然后哇，其实还蛮多东西，我看看可以交易耶。哦，战甲、宠物、伙伴，然后身份、交通工具，那其实还蛮全面的啊，还有工会。空战令哦，不，他还有什么啊 ？U 的社群是什么？招募玩家专属奖励是什么？这是一件衣服哇，我还有特效啊，不哎，免费的时装好不好？赞。哎呦，所以他还有还可以分，还可以就是他不是套装，他是可以分开穿的，有没有？我看啊，他还有其他的裤子的，就像2077的感觉。然后上衣哦还蛮多的，哇，怪，要钱啊，这个蛮多衣服的。哦、还有饰品，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灯泡子，哎呦，啊，那么可爱，它、哦、尾巴还会动啊！好，先这样。啊、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是要用钻石来买，就是刚才那个幽灵行者，应该会很多人买吧？好，那再下来是什么？动一个箱子，然后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打开就对了，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。啊，金盒500，是买东西的吗？我不确定啊，应该是啊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的往前走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现在要去哪里？建议在附近找些食物，以防野外的危险。找食物啊，酱。按下4，按 OK， 按3是我、哦、切换变火降。附近有小狗声音，声音以定位声音来源。啊，才正在读取晶片。才，所以他要宠物狗。这只小狗名叫阿柴，是一只落单的战宠。哦，碎，一开始就手枪，来。好，来跟我走 ，Come on！ 小心，右侧有异化生物出现。等一下，你可以攻击，小狗可以帮我攻击呀、啊，交给你，我躲一下好不好？交给你了。大量异化生物正在接近，交给你了，交给你了。阿才去，阿才上，给你打他，不是你逃走，哦，被追杀是不是？枪一个、啊，底部营安防网路，我啊，这个伤害还蛮高的。光子塔已启动，什么东西啊？哦、这个啊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从存取的资料看来，这里是一座闲置的庄园。我、哦、还可以采集，拿什么东西？拿刀子，刀子去砍它。我看它矿石有什么？这个刀子也太强了吧！不用稿子，也不用斧头，都可以砍东西出来。啊，阿才走，阿才这边跟我走。蓝石污染物覆盖了控制台和庄园，啊、你必须摧毁蓝石巨珠以清理污染区。这包子啊！首先，打破那些囊泡，切断蓝石巨珠的能量供给。蓝石巨珠的能量供给已被切断，
你可以摧毁巨蛛了，污染正在逐步消退，这座庄园属于你了。这个庄园你可以搜索庄园，哇，寻找能使用的装备。我家这么大，天哪，不用买房子，现成的，对不对？我不用盖，是吗？地级雷射，这是一个雷射裂解器，常用于采集各种材料。你需要采集木材和石材，木材修复损坏的房门。OK OK， 好，好，走走走走走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可以启动。庄园八级可以启动这个哦，所以我家门口就有这个东西，这也太酷了吧！哦，还可以这样子啊！这东西有比较多吗？没关系，至少完成了，完成了。Let's go, let's go, come on！ 猜，阿猜，跟着我走。还有门，哇，谁的东西？建造模式，我看啊，这还蛮真的，蛮像明日之后的，但是它是比较科技版的。哦，我从控制台连接的网络上下载了一份求生指南。求生指南会说明如何提升能力、建设家园、应对危机。哎，我没有屋顶啊，下雨不就完了？获得了碳钢四个，来，我看一下这是什么？制作装备台，哇！破枪啊，什么枪？快速使用。新武器缺乏能源，需要在庄园电池处蓄能。新武器。OK， 所以他这个还有制作的时候还有送一些东西哦。喂，我的武器去哪边拿出来？哦，这里吗？哦，他先蓄能，还有电池问题，对。目前。你的生存状态良好，可以在岛上探索了。OK， 我继续探索。Come on， 阿柴似乎想带你去什么地方？你要带我去哪里？前方似乎有座信号站。打他屁屁！地图很大呢。哦，还可以这样瞄准。人路喝水，你好，出现腹痛，肚子痛了。饱足感负四十啊，不能乱喝水。阿柴似乎对你格外有好感。你可以和他建立契约，好好，让他成为你的战宠。哦 ，SR 的。确认双方意愿，战宠契约建立成功。哎呦，接收到活跃讯号，那里应该是一座讯号站。现在去哪里？怪物。侦测到附近有大量异化生物，注意留心周围。哇，神队友！来，这什么东西？开一下。检测到信号站终端位于二楼，需要激活它以解除房间屏障。哇哟！来来来来来来来。侦测到，哎呦，这个 AI 还不错，小心，有危险正在靠近。危险正在靠近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它跳出来，哦，在上面啊！哎呦，哎，不要打我啦，打我小狗好不好？无敌的，打他哦，你打他，要打我。哦，伤害好高哦，怎么强啊？发现讯号源，讯号站中央的远距通讯仪。来，跟我走，哇，跟我走，我现在很强，我还可以翻滚，好不好？
是谁？你好，小美，我是新兰。不是，是新兰。你可以把我理解成一个辅助你的 AI。你的声音听起来好熟悉。我一直在你的微型终端里，不过你之前并未解锁我的人格资料，所以功能非常有限。但现在你启动了这个远距通讯仪，从中取得了我另外的资料，所以我有了更多功能，数据分析与通讯交流的能力更强，以及更像一个人类。更像个人类。我会用这些功能提供更好的协助，帮助你提升自己的实力。现在我可以为你解除这里的房间屏障。房间屏障已经解除，你可以在站内搜集可用资源。可用资源，哎，哦，我看到一个东西，什么？防弹的护法，是采集可以获得螺钉，半成品就对了啦。然后，哎哎，哦，一开始就有车啊，是亚利欧，哎呦，帅的，赞！哦，还然后是什么？哎呦！我有衣服了，我衣服了，赞！新衣服很帅耶，还有什么东西啊？我觉得楼上还有东西耶，再去看一下好不好？小鸟，这小鸟干嘛？小鸟告诉我这里有东西，什么？收集到一个盆栽，欸，全部收集哦，全部家用的 家具是不是？应该像家具。哎呀，这什么？所以我看到的东西都可以把它采掉，变成半成品，然后还有经验值，可以采吗？什么？绷带跟快乐糖浆。好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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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东西，不开。试着抑制出刚才获得的摩托车，骑车返回庄园吧。哦，刚才的摩托车怎么用？按 V， 快速印刷。哎呦，哦，哇，2077的车又加速啊，这个。蛮顺的耶，这画质超赞，是我电脑狂叫，空山狂叫。我要怎么离开这里？我和朋友们说好，去度假避难所会合。哎呦，你需要使用庇护营门口的传送牌。我卡住哦，他可以卡脱吗？糟了，哎，我先离开一下。传送台。就是你身边这个装置吗？是的，传送台能让你在不同地点之间快速跳跃。有了这个传送台，你就能立刻前往度假避难所。微型终端启动过的传送台都会纳入你的传送网路。启动的传送台越多，你的旅途就越便利。明白了，我这就出发。祝你好运。哇，我的 AI 可不可以换长发啊？我想要换长发，可以换吗？哇，地图出现了，传送终端已解锁。哦，进入限速区域了。现在这是卡住的吗？是不是卡住了？然后 会掉出去啊？哎，现在是怎么样？什么情况？你还在读取中吗？哦，哦 ，OK， 哇，很多玩家啊，都是 NPC 吗？跟他互动一下，双人互动有什么？哇塞，一开始就有吗？所以也不用有那个室友就有这些状态。嗯，哦，来来，跟你玩一下。没人理我，等待接受邀请。
没人理我，超边缘的。把留言放到上面。不对啊，有什么东西啊？留言放在地上。哦，哎，怎么用啊？应该是任务吧。偏偏挑这时候。恩特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事？打扰了，我想打听一下，有没有名叫尼亚或瑞恩的人来过这里？没见过你。抱歉，特殊时期，我需要先查核你的身份。我和朋友是在瓜尔纳避难所失散的。瓜尔纳？我很遗憾，但现在避难所里有紧急情况，如果不尽速处理，这里恐怕也会重演瓜尔纳的惨况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有一辆物资运输车被怪物袭击了，为了应付荒潮，普利特长官把所有能调动的武装兵力都带离了避难所。那批物资很重要，可是现在避难所人手实在不足。可恶！为什么配音很像韩国人？你？你确定你办得到？我试试看。虽然很感谢，可是……好吧，务必注意安全。物资运输车最后的定位讯号是在湖滨林区。哦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哦，我先玩到这边哦。那。